一盒白饭，然后呢，你就可以去买 poke 在这。我们终于第一餐来吃 Fulan 的 poke， 在阿拉姆瓦纳 Shopping Center 里面。我好期待，我好饿，天哪！哦，这个是 California roll， 是鲔鱼，然后有我不知道什么螃蟹，还有 avocado。介绍一个东西，然后就什么都不是。Fresh shoyu ahi， I think it's this one， and then limu ahi poke。掉价，好好吃哦，又好好吃。但是这些 poke 其实不太便宜的，像那个阿黑一碗要十一块多哎，但很好吃，很爽，开心。这个东西就是 protein， 这是他们 convincing 我的想，这东西就是蛋白质。是啊，对啊。我觉得我很推荐，如果你坐飞机到红路了，因为它这个算是你 Waikiki 那一条，就是从 airport 出来进到 Waikiki 的时候，你第一个会到的地方，然后你就可以在这边休息一下，然后买水，然后吃这个 Fulan Sepok。这行程我们已经，这是我们第二次走这种行程，这是你第三次走这种行程。对，我跟我爸妈来也是这样。对，我们也来这里买水，然后再回饭店。这样，夏威夷的 poke 跟那种我们在美国的Mainland 看到 poke 不太一样，你在美国像我们在家里那边吃的 poke 都是你有饭嘛，或是你选沙拉 base， 然后你加 poke， 然后你会选什么鲑鱼啊、spicy tuna 之类的，然后你就会加一大堆 edamame、seaweed salad、crab salad 那种，就是离地口口，然后加酱什么这样子。但这里的都是几乎都是鲔鱼，是不同的酱料去腌的，然后你就只是几乎啦，都是就是那个鱼配饭吃，就这样。我刚看到它也有配料，它也有其他的配料，但是我看大部分人都这样吃，我也觉得这样比较好吃，比较爽。哇 ，leaking powder， lemon ball， 这种台湾干妈点的吧，对不对？这种东西。他的房间是有点这样子斜斜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是边间的关系。这里就是一般的哦，对，他有说这个 water bottle 是纪念品，所以我们可以带回去。一人一个。进来呢，长这样，我觉得还不错哎。床我们这次睡的是 king size， 然后呢，这里就是一个 little corner， 然后这是他的床铺这样子。是圆形的，哇，不错 ，I like the view。这边看出去，这一条就是那个 Waikiki 最有名的那一条。然后，先看风景这样子。来看看厕所，哇，这里是从厕所是可以看到里面的，这里面，但是你这里也可以把它拉下来。进来的这里是厕所。OK， 就是很基本可爱的，只是我觉得它 in general 很暗哎、欸，它这个不能再亮一点吗？然后上厕所就是没有自己的隔间跟门，就是它就进自己进就直接这样。刚刚吃完阿拉莫阿纳 poke 嘛，所以我们等一下在这里休息一下，充个手机去 Waikiki 这条上面逛街一下，然后晚上呢应该会去吃个。不知道欸，我们晚上没有特别 plan 要吃什么，因为我们这次走的行程就是比较 chill， 比较 free 一点，没有非常多 like 哦一定要吃到什么东西这样子。但
不知道 ，we'll see. 但 I really like this room. It's really cute. 我刚在那个 Foodlands 还买了这个糖果，它们都是 covered in lychee and lemon peel. 它有一整个一整面墙全部都是麦糖，所以我试试看。先吃 watermelon 好吧。哦，哦，长这样子。哦，它长。糖果本身是像 watermelon 那样，然后外面就是有加不同的粉。lemon peel 吃起来就是陈皮梅的味道，他们几个 go together pretty well， 还蛮不错的，蛮酷的 ，gummy bears 口味，里面长得很像，几乎一模一样，真的就是 gummy bear 加那些粉这样子。嗯，我不太喜欢这个，这没有很好吃 ，watermelon 的比较配。发现很多夏威夷的那种甜点很喜欢加那种梅粉啊、陈皮这种酸酸的东西。我们现在来排 Kith， 每次来我几乎都需要排队。对，然后今天是因为 Black Friday 就更多人要排队，但是我觉得感觉会排有点久，不然要不我们也可以改天再来。都可以啊。战利品，我们买了三件，大概一年就买一件衣服吧，所以要买特别多，不然而且你决定的好快。对啊，我花五分钟决定完，你花了55分钟决定，没有55啦，好啦，大概45，没有啦，五分钟决定，然后接下来半个小时都是半个小时。对 ，But Howard 买了一件 hoodie， 一件 T-shirt， 然后我买了一个 zip up， 然后我刚刚一直在决定，不知道要买蓝色还是买灰色，后来决定买蓝色。我现在要去 Sheraton。Sheraton 底楼下有一个 Lawson， 然后 Lawson 就是你知道日本的那个便利商店，这里竟然有，所以我们要去看有什么东西。等一下再去吃一间叫做 Maguro Brothers 的生鱼片的地方。Lawson， 哇，哎，在美国看到这种东西很幸福哎，这看起来好好吃哦。他们没有炸鸡，是不是？他们有，有 open。他们就差个炸鸡，就跟日本差不多了。就港式，快吃！天好运，我在两个半礼拜就要回台，我就吃了。我家旁边就有一间，但是呢我们就这里吃一点点，然后去吃那个 Maguro Brothers 的那个生鱼片吃一点点这样子。突然有这样过马路。No， 过不去了。我们要去，你们在这叫我们。不要啊，这种道德的事情。太道德，但我们等一下过来，因为我们要吃的店快关门了，所以我们刚刚就通过马路跑过来了。那我们现在要去吃 Maguro Brothers， 排队耶 ！Oh my god！、嗯、好吧，那就排喽。我们刚刚等了排了半个小时，再等了15分钟，总共等了45分钟的 Maguro Brothers。其实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鱼，这是尾鱼，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然后鲑鱼 scallop。阿妈奇，阿妈奇 ，OK。它原来是 sushi A 什么 A platter 是没有 scallop 的，就只有这一些。然后我们再加了这个这样子。开动！我靠，他瓦萨比把它当那个那叫什么刮毛一样，超多的。先吃哪个？哈马奇。随便啊， okay， 看你想吃哪一个都。我先吃这个。嗯嗯，不会、啊，还是很新鲜。好吃，好吃。嗯，有种就是那种，你去吃欧玛卡西，不是那种很 high end 的欧玛卡西，可是那种 like 60-80块的欧玛卡西会有的哈马奇。干嘛跟我想一样啊？是你跟我想一样。我们刚刚也想要点的东西是一样的， yeah。 好吃是好吃的，就这个感觉、啊。它不新鲜是什么？就会腥一点，就有那个。好吃。嗯。嗯，就是好鲜甜的味道，嗯、对不对？我觉得它不是这种。鱼特别特别好，
但是它是很新鲜。嗯。不腥啊，完全完全不腥耶。而且还，它是很脆。它是分开的。嗯。对吧？或者你啊？你要多？一起吃啊。一起吃比较好吃啊。嗯。好吃，好吃吗？对，好吃。这间饭店它很，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它有 offer GoPro， 就你可以租 GoPro， 而且是免费的。因为这边很多那种水上活动什么的。今天要去哈拉乌马贝，然后就可以带它边 snorkel， 然后录那些鱼，然后录我们 snorkel， 就超酷的。录我不会游泳。对，我们要录 Howard 在那边 struggle。我会租哦，我要租救生衣，我刚才想。租救生衣？呀、yeah. ，那你这样怎么潜下去？啊，你都没有潜。You're smoking out the window, oh darling Geppetto, I'm wishing on a star too. 我们终于进来了啊！刚刚看了一些那种宣导影片，还有教育的东西，因为这边是一个保护的区，保育的，对，一个海边，所以就是他有说哦，不可以碰那些珊瑚啊，跟动物什么的。是我上次来最喜欢的，真的、哦。可是他上一次来的时候，他有买到早上7点多的票，但我们现在是买到11点半的票，所以人比较多，而且会比较热。那真的是秒杀的情况哦。我们可以租个伞。我们在海边了，我们等一下换成 GoPro， 因为我要下去 snorkel 了。看看可以看到多少鱼，还有海龟。I'm excited. 就是你停在那边不动的时候，你就会被这样一直往回吹，吹这样吹过来。因为现在是涨潮的时候，好像。然后，可是我刚刚去到那边有一些比较没那么多石头的地方的时候，你就看到很多很大只的鱼，超酷的。我刚刚就在那边自己去浮潜，然后就看那些鱼。好，这边很多。
刚刚从海浪漫贝离开，我们5点多的时候要离开去做 sunset sail， 就是夕阳的船，看夕阳的船，看夕阳的船。反正呢，我们现在中间还有点时间，所以我们现在去吃一间 poke， 叫做 off the hook， 是9宫格，是像 sample platter 那样，然后就每一个口味都有。那真的，一个要50块，那真的很壮观的，40块，很40，我记得是40几块，还蛮壮观的，而且很漂亮，而且我觉得很好吃。这个，啊 ，Yeah，Yes。哇，我们之前来都要排超久的，但好像很多影没有。好，哦，是吗 ？Spicy Ahi。我想要。哦，我想要 Wasabi 的，那可以这个跟那个吗？我们刚刚问了他 ，Off the Hook 今天没有 Sample Platter， 但我们就点了一个小的，然后是 Spicy Ahi， 还有一个是 Wasabi 的口味的。Wasabi 的这个口味比较特别。嗯。好吃，那个是瓦哈比的口味，瓦哈比很好吃，不会是那种很呛很辣的那种瓦哈比，它是瓦哈比的香味。干嘛？等你等好久。我个人觉得这家比阿拉摩拉的真的好，还好吃，我也觉得比较好吃，这个是我心中的 number one。这个真的还不错。我那时候一直要跟我妈解释说夏威夷的 poke 是怎么样，但她不懂。嗯，因为台湾现在也有这种夏威夷这种饭，不是那种，它比较像是就是我们在家那里的。对对对，我就说没有任何配料，就是腌鱼配酱料这样子。妈，你看到了吗？就是长这样，就是鱼它就这样放在酱里面这样子腌，这是。瓦萨比口味的，这个是辣尾鱼的，长这样，哎呦，就长这样，赞，好吃。Off the Hook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推荐。现在来做 Sunset Cruise， 现在是大概5点半左右，然后其实我不太知道它的路线。路线，嗯，它应该就是，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Waikiki 绕一圈吧，还是，但很漂亮。各位，今天的夕阳，我头发好恐怖，今天的夕阳真的超漂亮的，你看。I can't see anything， 全部都被乌云挡住了 ，really 什么都看不到，看月亮。然后呢，我们两个在那边晕到快吐。现在还好，刚刚真的是 like， 然后我还要你知道我刚刚坐的时候，我的膝盖还要顺着一起，他起来之后，我膝盖要蹲，你知道吗？你知道像这样，你要跟着他的 motion， 不然你会太晕。但是 I mean 这个 lighting 很棒，我现在没。Yeah， 这跟我想象的 sunset sail 不太一样。我本来以为就是很漂亮的 sunset 这样，结果，好的，在干嘛？你帮我拍啊，你要？我拍你了。What's this？ 不知道。只要没有这一片雾。对。只要没有這片，你就自行，你们就自行想象。我自己 P 上去。这种东西，我觉得呢，我都不 P， 就看 Google Image 就好了。我就 P 个彩那个 sunset， 哇，好漂亮。我们等一下可能要，我可能要休息一下才能吃完，不然会吐。Yeah. 今天一直在晃。Yeah， 有吗？今天一直在晃。那个浮潜的时候也很晃、啊。Oh yeah， 今天浮潜的时候也超晃的。浮潜的时候晃到我都不能，我晃到我。晃到他后面都吐了，我就上去了。他包起来到那边。还好吧？那你可以跟我一起跑过来，在这边吗？因为光在这边，看这里的光这样超美的。这光很漂亮。我们现在来吃晚餐，吃的这一间叫做同夸吃夫法夫，同夸吃他妈夫妻，他妈夫妻，对对对，那我们吃到再说吧。什么什么等我们吃到再说，因为我们不一定吃到它。我知道，买到好多人。
中间这个肉真的是那种看下去这样是我们吃完了，我觉得那家还蛮好吃的，我的那个担担面它有一点那种芝麻的味道，然后又融合豚骨跟一点那种肉燥，就担担面上面的肉燥那样子，我个人是觉得很好吃。那我觉得你就比较普通一点，就不难吃啊，可是就普通。对啊，就是一般你会吃到的。Yeah。黑色辣。而且刚刚他的炸鸡，我们没有拍到他的炸鸡，因为我想说、看起来不怎么样，我就没拍了。就其实很好吃。对啊。对不对？还蛮好吃。Yeah， 我觉得蛮推这间的，不错。你点的是什么？就一般的抹茶拿铁。拿铁。Oh my god, I think it's gonna be very very sweet. 。Okay, let's go. 它没有不好喝，但是它的那抹茶味很重。其实还蛮好喝的。对啊，但是喝到最后面是会有会卡粉的那种，就是它抹茶味很重，对，舌头上的会有那个粉的残渣的。就是我通常喝抹茶拿铁，通常都没有喝到这么浓的，但是我觉得应该要是这样的味道，没有那么浓，没错啊，好喝，还不错，而且没有我想象那么甜。对，我还以为会是那种会是那种爆甜那种黑糖的，纽约那个 10,000 Coffee 的那个、可是那个超好喝，那个超甜，那太甜了。OK， 我们现在要去这一栋，其实我不知道这栋叫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上面很多餐厅吧，上面有餐厅，我们想去看看。现在已经晚上9点多，大部分的店都关了，但是我们还想要继续晃一下，走一走消化。Yeah。